权案里面。好，你怎么还没加进来？好，那你跟大家说一下。你要想买什么？你每次都这样讲，每次都嘛没猜。我不是每次都这样讲，我是真的每次都没猜啊。然后每次你的，每次跑细屏你都没猜。你我前面那个8388也是有猜啊。没有，那个不一样，我没猜。哎，八三八八。那个，大家超滑的。哇哦！你还开那么快。你要先热、啊，你要先热胎啊！我刚刚哪里会滑、啊？有车下来喽！不下雨今天就不会开的喽。有车喽，有车。就有一台车下来喽。好的，我看看滑降要撑到什么时候。大哥，你要不要往前？好啊，你等一下过，等一下过这个弯，这个弯很急。等一下，还没，这样过得去啊？可以。到十分，肯定车上全是叶子。你算没错，你打方向灯要给我过是不是啊？肯定是的啊。他超熟辣的，堂堂开一个 M car 的。我想说你帮我多卡着，卡个一会，我还可以看他的底。对啊，那你看他的好了。M2 的卡车也不错。你看，都听不到建文跟那个阿成的声音了。啊？真的啊，真的有滑哎、欸，真的有滑哎、欸。对啊，你要小心超哎、欸。落叶好多哦。我看阿成的。因为他自然传动应该还好吧。阿成跟四转应该还好吧？也是会火啊，四转又不是无敌。阿成放慢的。在雨天就无敌了啊！在雨天就无敌了。很少车走，很多落叶积在那个中线啊，双黄线在上面。阿成是你人呢、欸？在我前面，你在哪？阿成，他在你后面。我闻到火
车碟盘烧焦味啊，没有火药味。今天很屁死的。我闻到火药味哦。见不到血流成河。前面作业说。要出现了。阿成，你昨天不是就跑西平了吗？他是不是就这么多落叶？昨天。哎，不是我的，我是听到滴滴滴滴，啊，滴乖滴乖的声音。哦，滴滴应该是我的雨刷的声音。哦，太坏了！你们还可以听到这么细的声音哦。对啊，应该是我的雨刷。觉得那个噪声音很尖锐啊。那我把雨刷了，可以。你喷一点雨刷水了。哎，顺便拜个拜。哦，旁边落叶蛮多的。
下。啊阿成这时候就可以表演拉手刹车了吧？还有飞度节省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